好，我们上个讲到32章，一节到32节。我上次提过一下，就说第七景，这是第八大段以撒的子孙的第二幕的第七景，第七和第八景其实可以连在一起的，就是这边是雅各跟神或者他的天使见面，然后呢，第二部分呢，他跟以扫见面，是连在一起。我们上次我就是提醒一下大家，其实我刚刚跟孔哥谈一下，就说这段经文，就是他跟这个天使或跟神摔跤的这个故事，说实在是一个，我就是只是很喜欢这段经文，他是很有技术的写出来的，比如这个作者的他的写的技术是写圣经写起来好像都很简单，可是他的奥妙的地方，我们看这个故事。觉得很奇怪，然后呢，最后呢，他的意思越来越深，不同的 level 的意思在含在里头，然后我们可以用这个故事来了解整个雅各的生命，这是作者要我们这样做的，对不对？他这个作者，他让你看到是原来是跟人摔跤，更是跟神摔跤，对不对？说啊，雅各跟人竞争，最后是跟神竞争。他怎么样赢呢？他最后怎么赢？他怎么赢的？他神是当然，我们说神不会输给他，对不对？神不跟他比较，将力打不过他，不是因为他真的那么强，而是神要他知道，你可以竞争到底，喷到底。最后的时候呢，你需要 give up， 你需要把你的力量破了。最后呢，你抓着我求我的时候呢，我说你赢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人拼命，最后不能拼了，全身力量推垮了，然后抓着主说求你祝福我，他说好，你赢了，因此你是以色列，你知道？他说你赢怎么赢？我们是因为我们弱了，而且开始依靠神，然后我们才赢。这个对，说这个故事是它的含义是实在是很奥妙的。我们。你刚才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刚刚孔哥上次，你上次就是，你说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继续下去。这故事下去以后，因为刚才最后一景是他对对，根本你在以勒布里撒，就是说神在他改了叫以色列这个意思，有没有那个 deeper meaning 了？他解释是说跟以人，他说你跟神竞争。对不对？那个 Israel 就是跟神与神竞争的那个意思在里头。Sarah 是 is 这是第三 person， 就是说他跟神竞争，以色列意思就在这里，是他跟神竞争的意思。那这句话很好玩，如果是因为你下面那一段说而你赢了，那没有包括在名字里头，对不对？就说我给你一个名字，你是跟神竞争的人。那这句话，这个名字是一个很等于说蛮恰当的名字。他雅各是一个跟神竞争，跟神在那边，我说 struggle 是竞争不太对 ，struggle 角力跟神角力的一个人。然后呢，你可以说这以色列这个国度呢，也是在一直在跟神角力，从雅各到下面一直在那边角力。就这个名字是这个含义很对。可是呢，有多少个以色列人呢，在真正在那个跟神里头的真正到学到那个雅各的那个课程，恐他真的学到了很少。真的有说一个我可以真正依靠神的，就那大卫也学说，也是他也没完全学到，对不对？摩西，比如说这些有名的人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里头，真正学到这个没有，可是跟神角力的很多，不听话，一直跟神的人对立，你知道，一直在跟神对立。他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一个很等于说不只是给以色列，也是给整个那个国这个以色列的历史的未来已经有这个意思。我们觉得很好玩，就是说你神选这个名字，他选的人民给他的名字不是说啊听从我的服从我的或者是很圣的人，都不是，而是跟神较力的，我跟神对立的，你知道？你是跟这个是又是一个圣经奥妙里头我们对神与人的关系的了解。我们经常是，我觉得说，跟神的关系，我们把自己看得太小，因此没有办法活起来。神很大，我们很小，
对不对？神是造创造宇宙的，我们是那么小小的，我们很谦卑，对神面前是这样的拜，就是很有点，我就说中国基督徒比较会像说皇帝，我们是皇帝底下的人，就拜拜拜就好，这样就是低头下去就好了，而没有把自己看成神的约的伙伴。我们是强的，我们是大的，我们是可以跟神，我们如果学亚伯罕和以撒和雅各的他们的例子，他们是跟神挑战的人。亚伯罕说你那个这个城市你不应该毁掉，对不对？我跟你讨价还价的人，对不对？雅各你不祝福我不让你走OK， 他这个态度，这种态度跟神说，比如说神你不给我这个我不让你走我们祷告很少有这种祷告，对不对？我们祷告都是很乖的，很顺服的，求主这样、哦、如果是师父你的旨意这样子，很少说神我要这个，然后跟神的那边对立。但是我们得说我们的对与神的关系，我觉得太尊重，太尊重不对。我们是要尊重神，可是就要活泼起来，要活起来，对不对？我们他是爱我们的，他是我们的爸爸。那这个问题是，我们说如果我们有爸爸是很严肃的爸爸，那就很比较不容易哈，对不对？可是我们你说我们得靠想象来说，我们一个是一个爱我们的爸爸，又是一个愿意听我们讲话的爸爸，而不是一个很严肃你不能理我的这种父亲的话，那我们跟神的关系会改变。可是如果是这是问题啊，如果我们的父亲是这种经验是一种非常距离的经验，我们跟神的关系会受到影响。哎，这因为是这个是我们这个是这我们的父亲究竟不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神和我们父亲不一样，这是一个爱我们、照顾我们、愿意听、想要听我们讲话、想要认识我们、跟我们有这个个人每天的关系不一样的关系的一个父亲。你看，这个我们不知道怎么谈到这里来了。是他的名字有的那个 prophetic， 对，有 prophetic 在里头， okay. 对不对？仅仅含在这个意思里头，就是一个与神竞争的一个角力的是。他说你跟神与人角力，你要叫以色列，因为你跟神与人角力，而且你赢了。对，他怎么赢的？他是腿垮了，抓着他的时候，他赢了。OK， 就是那个 picture， 你要看一个人腿这样子崴了，痛得不得了的时候，抓住神，说你要祝福我。这个 picture 就是神的约的伙伴的 posture， 他的那个 picture 在那里，把你给你画出来。哎，抓。再扯远一点，就是说，对，亚伯拉罕神也帮他改名字了。对。以撒没生没改，以色列没有改，对。那为什么叫后来以色列人是以色列，不叫亚伯拉罕？对，这是就很好玩，就是你先看，你说雅各，你说在这三个里头，这三个大的，对不对？其实谁是最？以撒我们已经谈过，不行。对吧？以撒我们知道他的故事不行，我们不谈以撒。那亚伯罕他的名字是从Avram， 就是 Abram， 就是高高的父亲，Av 是 father 是父亲， Avram 是很高巨高的，变成 Avraham 变成是 father of many， 就说是多人多国的父亲，就说阿宝对他把保持起来了，然后从 Ram 变成 Raham， 然后呢这样很好。可是他等于说他变成众国的父亲，他底下出来好多国家，这是一个祝福之中，可是雅各变成神所拣选的，对，让他变成这个从他出来的十二派变成以色列的国家。那你说有没有故事里面讲说为什么选他？这个我说比较，复杂一点。我也说这个故事重要点在这个地方。哎，你说亚伯拉罕，没有这种巨魔性的改革，他的性格改变。雅各是，我们你说我们最了解性格的人是谁？是雅各。最了解改变的人是谁？是雅各。整个创世里头看出来，以撒没有什么变，只是好像是很 passive 到被动，最后更被动，从被动从父亲到你记他，他没有什么反应，最后面等于说太太，等一下太太找来就是我的太太，好就好了，其实很高兴。你说他没有什么那个冲力，最后呢孩子只为了想吃而已，就他不重要。雅各的改变实在是很特殊的。亚伯翰其实一直开始就是蛮有信心的，对不对？他有这个弱点，有高点，有弱点，他没有这个那个贵大父母的改变。因此我就说圣经的重点是重视这种人，他是神可以进来然后把他
转过来的人。那个我们看到到约瑟结束的时候，我们看到雅各的信心的巅峰，他跟他其他父，他跟亚伯拉罕不一样，他不愿意去埃及。对，有大灾，大旱，他在他超过亚伯拉罕，他不去埃及。那神要说你可以去，他才去。可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有地方超过亚伯拉罕。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这个故事是一个是很奥妙的故事。我问一个，就是十二支派哈，就是说我们这十二支派是不包括利位，是这意思吗？OK， 这就很复杂哈。我这原来是十二个儿子，对对对，一个女儿，对不对呢？然后利位抽出来不拿地，对。可是呢，把约瑟的分成两派，对，因此还是十二。对，就是说我们通常说十二支派，十二支派不包支利位，就不包利位。对，因为加了 Manasseh 和 Ephraim， 就是等于说那个约瑟的两个儿子并抽起来变成支派，因此约瑟等于说算是长子的位分，他拿了两支派，可是王位给犹大。也是等于说在我们这是 preview 了，往下去预告一下，这个故事结束会有两个主角，一个是犹大，一个是约瑟。这两个儿子，我们在他们两个中间看出来是另外一个故事。其实Reuben 也有出现，他也蛮重要的，可是他是一个配角，也是一个什么，就叫 foil， 等于说他把他让他是一个让你可以看到他的弱点，让其他两个人起来，他是一个比较性的，他的失败让别人看到他的极其的强处。但是立位支派是神专门 separate 的，对对对，专门侍奉神的一个，对对 对, 对。因为我们经常说十二支派，十二支派，对，但是。圣经里也经常说立位支派，立位支派，那我就算一下，那就是十三个，是十三，没错，原来是十三，没错，对 对, 对, 对，从十二变成十三，可是有地是十二，然后那个以色列的孩子有十二，因此加起来算是十二，可是十三，对，可是十三有地的支派只有十二，这个对他们就是对十二蛮喜欢的，对，好吗？还有什么问题呢？我们今天谈下去好了，好。那我们今天开始那个我们谈过了这个雅各过了这个河，看看他的反应。他一四开始，雅各举目观看，见以扫来了，后头跟着四百人，他就把孩子们分开交给利亚、拉结和两个使女，并且叫两个使女和他们的孩子在前头，利亚和的孩子后在后面，拉结和约瑟在近后头。他自己在他们前头过去，一连七次伏伏在地，才就见他哥哥，以扫跑来迎接他，将他抱住，又搂着他的颈。景象与他亲嘴，两个人就哭。以扫举目看见妇人孩子，就说这些你们同姓的是谁呢？雅各说这些孩子是神施恩给你的仆人的，这就是两个使女和他们的孩子前来下拜，利亚和他的孩子也前来下拜，随后约瑟和拉结也前来下拜。以扫说我所遇见这些群属是什么意思？雅各说需要在我主面前蒙恩的。以扫说兄弟啊，我的已经够了，你的乃归你吧。雅各说不然，我若在你眼前蒙恩，就求你从我手里收下这礼物，因为你因为我见了你的面如同见了神的面，并且你容纳了我，求你收下我带给你的礼物，因为神恩待我，使我充足。雅各再三的求他才收下。好，我们就是提醒一下，这个雅各举目观看见以扫来，这个故事是雅各的观点哈。我们就是 point of view， 在讲故事经常它的观点会改变，有时候会从上面看，有时候从这边角度看，有时候从这边角度看。这个故事是从雅各的角度看，他是举目看见我们看就像开电影一样，是一个开 camera 拍的角度，是从雅各的眼光起来举目一看，以扫过来，然后四百人过来了，对不对？这四百人呢，那等于说这个故事的 suspense， 这个故事的危险没有拿掉。对不对？原来是有四百人，居然有四百人来了，他吓得不得了。就跟神见了面以后，现在看他来了，四百人来了，咚咚咚咚咚。那我们知道，以扫这个人不是一个农人，也不是一个养羊，他是打猎的，对不对？他跟四百人，我们是等于说，他跟四百人，他怎么样生活？他是等于说他是一个领四百人的一个领袖，他们怎么样生活呢？没有仔细的讲。可是我们可以很容易猜想，他如果他不是偷抢的话，他是保护的。
记得大卫那时候保护的 Nabal 有羊群，他去旁边站保护那些羊群，让他们不会有小偷来偷，对不对？你说他做这种人，他是一个是 security service， 旁边那些农人、妇人都是你都是 pay protection， 给你多少钱，多少多少羊群，给你食物吃，你每次收，你有没有什么 harvest 给这些人？我们帮你保护，那是我们说我是一个 local 的那个 security service 保护你的人，这是可能的。如果是更不好的话，就是打仗、杀人、杀放火的那种人，不太知道你扫得到他是怎么样的哈。可是他是一个打猎的人，他是带400人的人。然后呢，你看到这段经文，他把两个使女的他们的孩子，他把孩子全分成四个太太，然后使女放在前面，然后在后面是利亚，在后面是拉结，对不对？因为最前面最危险，他们要杀会杀到前面，后面可以逃走，对不对？那我们还知道他对谁最喜欢，还是拉结，对哪个儿子最喜欢，还是约瑟，对不对？利亚的孩子说，哎，亲爱，我们都是被人家杀去没关系的，这是我们叫 sacrificial， 放在前面，去打仗一样。好，小兵你放前面走，我们两个坐在后面，说将军放在后面，前面小兵都放前面，你们死掉就没关系了，对不对？就那种态度在里头。可是呢，一点改变，谁在最前面？他自己在前面。前面。那之前我们上次谈到是他那天晚上，前天晚上他把他的昨天晚上把两个他全家庭过河，他一个人留下来，对不对？他是怕的不得了。他把孩子分散了，然后呢，让他们过河，他自己不过河。哎，他这个是个胆小的不得了，他怕的不得了，他的良心在他作用，他真是不行了。他现在一晚上见到神，改变了，对不对？改变了，他变成这个家的领袖，对不对？他一个人，你说你看看他一眼，他做法，一个人走过去，前面400人过来。他一个人跟400人对立，哎，这个态度是一个，这个景象是蛮有那个我说启发的一个景象，对不对？一个人400人过来，他就走过去，对上去，走过去，对不对？后面是你家庭，你在身体面前保护你的家庭，他去，可是他去那边不是去打仗，对不对？他的反应是俯伏在地，这个字其实我们也完全是磕头嘛，他磕头磕妻子。OK， 他是把头地放，不是这个，不是 bow， 是磕头，这个字是磕头的意思。那这个意思我们中国人完全了解他的磕头的意思。你是我的主，你是我是服服你的，你是家，像我们对家人磕头，对不对？我们对祖父祖母磕头，对不对？等于说这样的话，以扫是谁？以扫是家的领袖，他是重新 submit 我们两个人竞争抢家的控制权 clan leadership。其实不是，是你是老大哥，我认你为首，你是这样，也就是我不跟你比了，对不对？我不跟你比了，我承认你是这个家的领袖，啊，夫妇在地，和妻子。那以扫跟他的态度不太一样，以扫跑过来就迎接他，将他抱住，他们和亲他的颈领，亲跟他亲嘴，两个人就哭了。那这个故事的这是我们就 resolution， 后来没事。没有危险嘛？哎，这以扫这个人20年过来，他也改变了，对不对？他跟他我他等于是意思我你不是我的仆人，你是我兄弟，我们20年没有见，对不对？就是你在那抱拜的拜的那是不要拜来抱起来了，这是哇，这个实在是很漂亮，对不对？我们这20年不知道以扫的生命什么样子，圣经没有讲。你知道，对，这以扫，圣经对以扫，我们说公平不公平，我们不知道。他是娶了两个亚兰利的太太，他好像对这个约没有太大的兴趣，没太了解。他我们故事就跟着雅各跑到北边去，就对以扫没有重视。现在就以扫回来以后，他有大的改变，他不想杀他弟弟了，对不对？他是好像完全原谅了他，也爱护他。那到底这个他的生命发生什么事情？不知道，比如这个故事好像就是我们就让你空掉，就是你别人有别人的故事，我们看自己的故事中，我们改变。你有没有这个经验？说尤其是离开家一会儿，我去大学，然后最后是跑到温哥华，我家都在加州的时候，我们差不多是每年见一次，是每隔一年见一次，每次去的时候，哎，他不一样，他不一样，他改变了，说哦，对他们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也在变，我在变，他们也在变，我在成长，他们也在成长。因此就蛮好玩的，可是问题是两边都会有这种那个assumption， 就是说好像你是上次我见面的一样的，
对，因此没有改变，非常好玩。我尤其见我父母亲的他们的老朋友的时候，哦，我上次见你是那么小 ，OK， 这种经验是很好玩的经验 ，OK。还上次你还不会牵接你的那鞋带子 ，OK， 我现在会了，我现在会了。你说我们人别人也在改变，这个故事让我们看见以扫没已经换了，我们不知道他怎么换的。我们有不同的猜想，可是我觉得说圣经作者对这细节没有不愿意给我们这些细节。那他我说这些孩子是谁，所以他说我的，他就下拜也是保释他们，你是以扫是这个家庭家族的那个大头。然后呢他问他说你这群省属是什么东西，这些动物你送过来的什么意思嘛，他说是我，雅各现在讲实话，我是要在我主面前蒙恩的，是要讨好你的，对不对？我这些过来是给你的，是完全就为什么需要讨好你？他说：“那以扫说不用，我够了。”那这里等于说以扫是希望跟雅各的关系是个兄弟的关系，不需要互相给来给去关系。可是雅各的看法不是，雅各的看法是我伤了你，我现在要重新立一个你，我是仆人，你是个主人的关系，你是这个等于说你是整个这个 clan 的大头，我是属在你以下的一个关系。好，那雅各的以扫的反应很好玩，他说我已经够了，你的奶属你吧。这句话我们。最 surface 最上面一条线表示你的动物还给你，我不要。可是再下一层呢？神的祝福给雅各，你说雅那以撒给你的祝福是不是你留着？我不要了，是不是有这个再一层的意思放在里头？就是属你给你就属你的，不要我们不吵这东西了。你说两边都不想吵，对不对？以撒也好像也是态度说这个没什么意思，我们不要管这个东西，这是以前的事情了，对不对？你拿到的祝福就是你的了。我现在活的我活另外一个生活，我是有400人，我在这边做我的东西，对不对？对不对？那雅各的反应很奇怪，哎，他说不然，这个100文字是不可以，我一定要给你。为什么？他说因为我见了你的面像，如同是见了神的面一样，对不对？很奇怪这句话哈，等于说他把这句话把我们抬回到神叫神那边 Peniel， 就是他前面的那个故事，他不是把那个地方叫 Peniel， 就是神的面的意思，因为他说我见了神的面没有死，对不对？这地方又把神的面这个字拿回来，等于说这个字是故意把这段经文跟那段经文连在一起的，对不对？他在那边的经验是我见了神面对面，可神给我恩赐没有杀我，而反而祝福了我，对不对？这个经验是一个我遇见跟我摔跤打来打去产生竞争，突然间不是竞争，而是说他要祝福我，给我换了名字，就是说啊是神，我跟神面对面摔跤，我没有死，哇！过来这边对付他的哥哥，400人过来，400人进来啊，他要杀我，其实没有杀我，面对面以为要杀没有杀，其实还祝福我，被神把我拉起来当兄弟。因此见你的面是跟神的面一样，这个两个故事是 parallel 对比的故事，因此雅各把这个两个故事拉起来了，说啊，因此我一定要给你，因为我没有机会奉献给神，我给你是代表我给神的奉献，对不对？你了解这个意思，他的脑筋是这样想法的，对不对？我见了你面如同见了神的面，因此我这个这我你要你一定要接受这个礼物，这个礼物是一个是一个我虽然是给你，其实也是给神的一个礼物，因为我在两个面前都得到了恩典，我是在神面前的人面前都得到了恩典，就这个神人的这个称呼没有结束，刚刚我们是说以为是神又是变成以为是人是神，现在是以为是人又是变成神，同样的这个 parallel 在这里头，看到没有？他把雅各，他把他的哥哥。我们两个的这个恩赐在这里，恩典的，你在给我的恩典是神给我的恩典一样。OK， 好，那他爸他哥哥实在不愿意接受这个，雅各说再三求他，他才收下了。这句话是我们这是跟中国文化也很相像的，古代东他们是送礼物，他会是推来推去推来几次的。那这是你说是礼貌，对不对？这是他们也是这样子的，同样的中国的文化，因此作者加了这句话，表示说以扫真正是不愿意收的。而是一定是被雅各逼下去，他才收下去的。你说把这个，在大家全家面前，那么多人面前都看到，
OK， 我们两个人终于和解了，你礼物是我，这个礼物是，但我也知道这礼物的意思含义在里头了，这个礼物是我伤了你，对不对？我伤了我的哥哥，现在是还给你这个意思，对不对？那你这样我们两个是真正完全和好，完全和好。对，这个故事很，等于说这第二幕从刚开始要杀他，到结束和睦，整个这个故事的到此结束。OK， 这一大段的那个这个主故结束了。后面有几节谈这个算是我们说就是英文叫 denouement， 就是说故事的结尾以后有几句话把这个细节谈一谈，就故事结束了。这第二幕的结局就是这几节。以扫说我们可以起身前往，我在你面前特走。雅各对他说，我主知道孩子们年幼娇嫩，牛羊也正在乳养的时候，若是吹赶一天，群畜都被死了，求我主在仆人面前前头走，我要亮着在我面前群畜和孩子的力量慢慢的前行，直走到希尔我主那里。以扫说，容我把跟随我的人留几个在你这里。雅各说，何必呢，只要我在主眼前蒙恩就是了。于是以扫当日起行回往希尔去了，雅各就往流沙去了，是不是？是刘哥 ，OK， 苏哥，哎呀，什么完全错，就往苏哥去了，在那里为自己造盖房屋，又为新处打棚，因此那地方叫苏哥，苏哥就是棚的意思。这就很好玩，以扫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可以一起走，就是我在以前走的，我们要去哪里？我们去希尔，就是我家，对不对？那个等于说好像有这个 assumption， 就好像说你应该跟我走，你要回家就是回家嘛，来我这边住嘛，对不对？那这个我们知道这个习俗是怎么样的，有可能是说他没有真，你想看他没有真正邀请他，没有说好雅各，你请你到我家里来。而是好像是一个说，这是个礼貌性的，你就应该跟我走。你说我们可以好像看出来以扫的这种他的请，没有一个正式的请雅各 ，OK， 可我想是他是请是一个礼貌性的请，雅各的回话也是一个礼貌性的回话。你说他们两边都知道，我们不应该在一起，对不对？为什么不应该在一起？一个是400人军事，一个是那么多，他是一个牧羊人，他们两个生活完全不一样的，对不对？从小就是这样子嘛，一个是住在帐篷的，是喜欢弄管羊的，一个是打猎的，对不对？他现在没有改变，还是一个打猎的生活，跑来跑去的生活。等于说他们两个兄弟没有办法住在一起，因此他说好，我跟我走。然后他雅各就很跟他很有礼貌的说啊，你知道我们现在我们两边不可能这样走啊，你400人走得很快，我们孩子牛羊一吹走全死光，没有办法走快，因此我们走很慢很慢。那他就说，那我留几个帮忙就保护你啊。他说不要，你就走，我们直接去，我会去到希尔那里去。对，那是十四节。那有人说这是不是说谎？因为他没有去嘛，是不是谎？是，我就说不是，这也是，我觉得说这也是我们，如果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对这种对话我们了解的多一点，就是说很多他们接受邀请，可是这个邀请不是很完全真的，这个接受也不是完全真的，对不对？心照不宣，对不对？两边都知道，对，因此大家都算是我都知道，对不对？这是礼不是礼貌的，因为你人家请你，你就不好意思说不去，对不对？他们也不好意思不请，因此他得请，他得说好，然后两个人都知道，因此就厉害了，对，你明显没什么问题。你知道？那我就说，我看很多美国那些 commentary， 看完了他们就是说，哎，这是不是雅各在说谎，又骗了他哥哥？然后他们为什么一开始和好以后就要骗他哥哥？他们谈这个问题，他是道德问题。我就说，他们就是对这个文化没有抓住，你知道？这个礼，这个 courtesy 很重要。因此我说，你说他的以扫的请法没有请得很热情，对不对？你们前面走，我把你前面走，你对。这个不是一个很热情的邀请。那雅各的说，那我就回去，我会跟你去啊。他说好，我回去。
不会去。改天再来，改天再来，改天来，改天来，改天来是不会来的。改天来，对对，你了解，你了完全了解了，谢谢谢谢，就是这个意思。你我们这是中国人，我们对圣经的还文字是有优点，因为我们文化，我们中国的文化对跟他们的这是古老的文化比较有很多的地方是相像的地方，对，很容易了解的。他们我看到其实他们对没有人这样有没有人这样教法，他们看不懂。我看着我以为他在骗他哥，又来骗哥。对呀、啊，我说怎么说去没去呢？他是去没去，对。可是我说他我的看法是，他这是啊，你去你去，我走，我们会去，我们真去啊，拜拜。就是这样子的。他哥哥也是知道，对不对？你说没有是骗他，他们两个就是两个都很和气啊的是就走了。可是我们也看见住他们两个生活形状不适合嘛。你连 travel 都不能一起 travel， 他们400人不走了，坏了。就是当时强子当时他就过去了，你们这边是好孩子大堆，羊小羊大羊，一天走个3-4 miles， 那400人是累死了，他走不了，他们气死了，对不对？你走得很慢很慢的走法。好，那我们就是反省一下这个故事的这个故事蛮其实蛮短的也没有就是我们很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整个这个幕第二幕的这个结束，就是终于两个兄弟接纳了，而且神可是神在这个接纳的中间做了很大的角度，那个主角他把雅各改变了，以扫怎么改变我们不知道的，我们可以猜想，我们不知道。可是我们看到雅各，他为了用他自己的他的自私，他的欺骗，他们把两个兄弟的生命变成一个非常危险的生命，也把以扫这个人的，等于他要变成一个杀兄弟杀弟的一个人，他的恨的心，他造成出来。现在神改变了他，等于说那我们等于说我们可以看到神在人生命工作的时候呢，造成什么和谐 ？Reconciliation 不只是和谐，不只是。Peace， 而是 reconciliation。以前敌人会先变和好，这是我们要看到的。我们生命改变的时候，我们会人与人关系是一个不只是和谐，而是以前有问题有疙瘩的会连在一起，会重新找出来。如果你做错了，会认错。我们以前伤人的需要赔偿，这些东西是从这里流出来的，是因为我们那就是为什么是谈第二点，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子？我们为什么会让步？为什么雅各去那边拜以扫，拜不能跟他磕头，你知道？这个雅各他要这个家族的这个头的位置，因为他很有野心。他说：“神跟我们立的约，我要这个约，我要在神的国度的历史里头中间，我要当一个中央的人物。”对，他对自己很有野心。神教他什么呢？教他你已经赢了，不是说你不是重要人物。你这天看到我们通常说有一个人很有野心，对不对？有很有野心，还唱唱唱唱，我们就说啊，你算什么？你是小人物，你什么都不是。这是我们的看法。我们把人压下去，他不会抢。神的做法不一样，他说你已经赢了，你是个重要人物，我跟你立的约，你已经你要的全拿到了。只要你承认你的身体不是靠自己的，你要求我，你就拿到了。这样一来的话，雅各已经拿到了，他就说：“那我还跟他吵什么吗？我已经赢了吗？你知道，他一赢了以后呢，他就让了，他可以让，让他强起来了。你知道？你说我们在基督教里头，我们需要了解一个东西，我们谈谦卑，不是把自己看得很低，而是把自己看得很高，因为我们谦卑的时候，神把我们举起来。”对不对？这是 humble yourself， 因为 God will exalt you， 对不对？神把你抬起来。你说我们这个故事需要了解，我通常的人为什么会骄傲？骄傲的意思是什么？骄傲是说我比你强，我比你赚的钱多，我比你聪明，我的孩子的这功课比你功课孩子功课好，我比你高，我比你壮。那这就是就人是比来比去的。所以一个人对我说我的心，我对自己的看法是依靠我跟别人的比较。对不对？我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哦，我比他强，我是依靠他这个人才能够知道我是谁。Okay. 那这个人是一个心虚的人，他心是空的，他需要比别人强才能把自己抬起来。可是一个碰过神的人不需要靠别人，因为神已经把你抬起来了。
而且抬得更高。如果我只是跟别人比，那我比他强，我比怎样，他聪明怎样，我比他有钱，我比他工作赚钱更多。另外一个人是说，神看中我，在世界历史这个重要人物，哪个高？是人比较高呢，还是神高？你说，我们如果被神抬起来的话，我们不需要比了，因为我们赢了，对不对？如果我们被抬的神的那么高，我们是神的儿子，真的是神的儿子。我是儿子，对不起，女儿也有，对不对？女生的女儿，我们是神的儿子，创造宇宙的，是我的爸爸，真的把这个抓住了。那我跟人比干嘛？我比他聪明，这什么意思嘛？我比他赚钱多，这什么意思嘛？我们要比来比去，你有这个我也要这个，你有这个我要这个，没有意思哦，真的是没有意思，全可以让掉，全可以往让掉，因为我已经赢了，我全有，我是满的，我可以送出去。一个骄傲的人，比较的人，他是空的，需要吸收，对不对？其实我还空，我还饿，我还要这个，因为我不满足。一个满的人，我跟人比，我跟人见面的时候，我不是要跟他比较，也而是说呢，我怎么样侍奉你，我怎么样祝福你，因为我是满的，我在神的面前是万为别人的，因为我已经完全满足。这是在雅各生命我们看见了，他一开头要跟他哥哥抢，最后面呢？让，你是大头，我是你的仆人，我不需要跟你，我不跟你抢，对不对？然后他哥哥的其实怎么样拐过来，实在不知道，不重要。因为我看到雅各的全身的改变，在神面前的见面把他改变了。我说，其实我说，耶稣是很谦卑的人，其实他也是对自己最骄傲的人，对不对？他认为自己是神，因此他可以让，他可以为人而死，对不对？我们对自己看不起的人，会要跟别人抢，把自己抬起来。第一个对自己看得很高的人，可以让。这是我们看到雅各的生命的改变。有什么问题没有？如果是雅各，就是一开始就像他现在这个态度一样，他就不会去用那个什么红豆汤，然后对，欺骗这个那个伊撒，对了，嫂子，对了。那个把他的那个全骗过来，祝福全骗过来，那个长子的位置骗过来，都不需要了，不需要。他的祝福本来就在这里，他的长子就已经有了。对，等于说神已经是选他了，神就选，对不对？因为一开始就知道他的妈妈就是一两个家国在里头，你的都注意打仗，那个神选了一个老二，老大要侍奉老二。然后呢，他生下一长出来就看出来就是对的，就是他。他哥哥对这个约不重视，因为应该是他，大家都知道是他。神会选他，可是他要抢，他要去抢，对不对？他要去抢，他妈妈帮他抢，这个家就完全垮了。你知道，这个家破碎了20年来，他的那流浪、受苦、受难，对不对？就是他回来的时候，他爸妈还在。他爸爸还在，他妈妈不知道是哪去了，没有消息啊，没有记载。你说这个圣经对利百加死的时候没有记载。这也是说，我们常谈过，就是圣经这些就是叫 death notice。每个人只是亚伯死的时候写出来是都死的，那个伊撒死是写会什么时候死的，那个撒拉他妈妈那个亚伯太太什么时候死的，利百加没有写，就这样，就是对，等于说是一个对利百加的一个批评，写了他的仆人，对他的奶妈，写了他奶妈。故意比较性出来。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雅各都没有回去看看他爸。他们以后回去。对。以后会回去。像我们中国人。哦，对对对。先回去看爸爸。哦，对对对，以后回去，他还过很久才回去哦。他是过了很久才回去，对对对。有点记恨。这个很，这个很有，这个我不太知道啊。这个问题，这个我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他为什么没有直接回去看他爸爸？他来到这边，先对他哥哥的问题解决了，这是最伟大的问题。也是说人动的不容易动，因为你说是就是很，就像我们说我们现在看得很近，也是蛮远的，尤其是羊群。你说我们说我们没有车，没有路，没有铁路，没有电话，什么就是比如说你分散了100里，那却算是10万8千里，因为你实在动不了，
很不容易动，而且你动的话也需要靠天气，也需要靠那个season， 靠不是天气，靠那个季节，对不对？你是有没有草，有没有草不够，有没有水，也需要看这些问题。他，可是他说起来，我们下一章看到他是会出问题，他留下来了，我马上要看到，就是他回到这个地方，他就叹出了一口气就休息了。这个雅各这个人又要出一些问题，我们也会看到。对，这个没有开发好，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他没有还没有解释。另外一个问题是他为什么没有去比特利把他的那个他属的约，他跟神说我会在这个地方重新建，重新来敬拜你。记得那时候他去的时候见到神在比特利，他说好，如果你带我回来，我会来到那里去。他就没有直接去，也是这样。你说好像他回来的时候就好像就是休息了。真的好像是抽了口气没事了，一切都没事了。其实把他哥哥的问题解决是最大的问题，最大问题解决，他就好像是一切都没事了。对，有问题没有？好，那我们看到这第二幕结束以后，我们看第三幕的开始，这就是从，就是已经开始从我们从雅各的生命柱中开始看到雅各的孩子的生命柱当中。Okay， 因此我记得每一段每一段的那我们就很透露都有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这是第八段论是以撒的子孙，对不对？那我们谈的是生命，是谈一看是以扫和雅各，就看到雅各现在跟雅各为好了。这边呢我开始注重也还是跟雅各，可以看到雅各和他的孩子的关系已经开始了，我们已经开始转到下一代。这个故事结束以后呢，我们看到他们回去看以扫，然后呢会我们就看到以扫的子孙，最后看雅各的子孙。这就是第九大段和第十大段，这就是创世纪结束。那创世纪十大段，我们这第八段快结束了，第九大段是很短，就只有那个讲那个以扫的子孙，然后第十段是哎，行，没有问题。第十大段是雅各的子孙，那我们那段很长，我们到时候再学。好，我们就开始第三段，看着这是这一段的结束，这一段这个故事吧。请你好。嗯。这段把，雅各回来的一个故事。这段故事实在很，怎么讲法？没有好人啊，就是一个没有好人的故事，是一个蛮惨的故事，是一个最后从一开始就惨，就惨的惨，惨到结束，最后结束曾经是残忍的不得了。这个故事，等于说我们回到迦南地了，觉得啊，一切都很顺利。其实不是，我们忘掉迦南地什么样子的，对不对？迦南地是索多玛、葛摩尔，记住，神给迦南地是一个道德败坏的一个地方，他把亚伯拉罕带到一个最坏的地方去，说这地是你的，我们忘掉了，对吧？为什么？神说我要在最坏的地方把我建立我的国度，把我的光立起来，对不对？我如果能在这个地方把我光立起来，那我什么地方都可以成功。在最坏的地方建立他自己，把他光带进来。那我们一直说我们忘掉了这个迦南地，我们以为说啊，他在他爸哥哥他的那个叔叔舅舅那边，好惨。最后在这边，嘿，没事。你看这第一节，雅各从巴旦亚当回来的时候，平平安安到了迦南地的什么示剑城 ，OK， 好平安，都一切都顺利，没错了，很好。在城东支搭帐篷。就用100块银子向示剑的父亲哈摩的子孙买了支帐篷的块地，那里建了一座坛，起名叫以利以罗以色列，是不是？嗯。OK。然后呢，那我们巴顿尔伦就是从他的拉班他的舅舅那边回来了。这个故事我们知道，他已经那时候把那段分开了，这是新的一大段，他已经到迦南地。那平平安安已经有这个意思在里头，说这个平，我们平在迦南地有平安这一说吗？你知道，是真的是，人生中迦南是一个危险的地方，可是我们忘掉了，我们以为他回家就很顺利了，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对，然后示剑城，我把这照片给你看一下哈，这是现在挖出来有些那个那是那你看那个墙是那个示剑城的城墙，以前是挖出来的，以前的，现在考古学家把这地方挖出来了，你可以看，很不是城不是很大，小城 ，OK， 他们买了帐篷，买了这帐篷的那块地，这个
记住，以色列这些人他们是外面人，对不对？城市是有地的农人，他们也可以做 trade， 旁边的是往他是就外放在外面的这些人是他们是跟社会完全是分开的游牧民族，游牧民族，然后 nomad 是走来走去，那边他不是一个城市，走来走去，但是没有地，就是亚伯拉罕的时候没有地，最后埋他太太还要买一块地，最后他们敲竹杠买下来的，对不对？所以说你不只要买一块，那个山洞，还要买整个地买下来才行。OK， 敲竹杠买下来，好，买下来了。他就他们是没有权力的人，他在这边就买了一块地。这些人呢，我们以后会看到他们跟。这个犹大和他的孩子有不算是野心了，而是说我们因为我看到你蛮强的，你这个家族有十二个孩子，那么的羊群，然后你吸收我就好，跟我们住起来变成我们一个，就是跟那 Lot 一样 ，Lot 罗德一样，罗德和 Ruth 中文怎么来的 ？Ruth 是路德，是其实很轻巧，这讲是一样的。罗德跟罗德很相像，他把他们要把他慢慢的，因此罗德最后被吸完全吸进去了，对不对？原来是外面，就搬到城市里头去了，这是同一个故事，对吧？同样的要把被他们吸进去。那你说，那我们看到这里头，他在那搭帐篷的地方那块地，他搭帐篷，他就买了一块地，买这块地的意思呢，跟其实跟。亚伯罕的买地是很相像的，表示信心嘛。这个家里是我们的，因此我们现在买地是对的，表示一个是一个信心。雅各是有信心的买这块地，可是问题在哪里呢？他不是他买地，也不是他坐禅，而是他第一，他住家里住太近了，其他的保持近距离，亚伯罕以扫都保持距离，他开始靠近了。你知道，有点像罗德那样一样，你知道，我们等一下看到他怎么进法。第二，他应该去比特利的，这个故事很重要。开始是他在比特利见到神，对不对？跟他发誓说我你把我带回来，我会去比特利的那边，崇拜你，没有去。他在这里待的话，他好像计算下，可能待到十年以上。时间没有谈，可是他的女儿长大了，对不对？他碰到他哥哥的时候，女儿差不多就在七八岁，最多七八岁。对，我们就算一下，他那么二十年，要有机会要生七年、十四年，生了那么多孩子，生了最后最小的女儿，最后最大，碰他离开的时候七岁，八岁，对不对？这段时候呢，至少他是要十五岁，对不对？你说他已经他在那待了至少八九七八年九年这段时间，他就没走，他留下来了。OK， 那第二点我们看到他们会看到这段他们的态度不一样。你看一下啊，利亚给雅各所生的女儿迪娜出去要见那地的女子们，那地的主西魏人哈摩的儿子示剑看见他就拉住他与他行什么字淫沾辱他，示剑的心极恋雅各的女儿迪娜，喜爱这女子，甜言蜜语的安慰她。世界对他父亲哈摩说：“求你为我聘这女子为妻。”OK， 他们把这个迪娜的名字是你是利亚给雅各所生的女儿。这样的话，让我们了解一个重要，就是提醒一下哈。第一点，她是利亚的女儿，因此我们以后看到哪些兄弟要行动，是利亚的兄弟。嗯。利亚的儿子要行动，你说同父异母的兄弟不太管，可是同父同母的兄弟会要管，要保护地呢。你说我们看到是哪些兄弟行动的，是利亚的儿子们行动。第二是给雅各生的，是雅各的爸当爸爸。你说这个注重的是你的女儿，可是雅各好像没有注重保护她，雅各又开始跟他爸爸一样非常被动，情况不讲话，什么都不做的。也是有这种情况出现了。那这个地方呢，我们要谈一下哈，这个蒂娜出去是一个这个很大的问题。这段时间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中国是什么样子，就是说你差不多十三、十四、十五岁，不会一个女孩子出去的，需要有我们说叫中英美国叫英文叫 chaperone， 中国叫什么？就是等于说有需要陪着去，就是你出去谈恋爱，就都会有人陪着走的，对不对？这比较古代的中国的也是这样子，对。我不知道没有谈恋爱，他是没有谈恋爱就说了，对对。就闺女不可以自己随便，不会自己跑过去，不会出去跑的，对不对？你说这是第一点，他自己出去跑了，这很奇怪哈。
那我们像我们看到利百加，我们看到拉杰，他们去那个井，那不一样，那井是他们那个族控制的地方，他一个人去没有关系的，这边是去另外一个城市，是你不认识的地方城市，你去那里没有人照顾，这是不应该，他哥哥应该去带着他走，对不对？这是第一。这好像第二呢，他如果会去跟他们那里的那地的女人们混在一起，是不是表示说他们的，比如说他们的孩子的那个的意识已经改变了？我们不是外边人，我们是里面人，我们是这个城市里面的人。因为什么呢？我们有地了嘛，我们一买地，我们就变成 landowner， 我们不是没有什么什么 property tax， 没有赋税这一说的。可是你一定有地，你就是有这个意识说我们是世家人。世界人，我们不是外面走来走去的人。你看到他说他要去跟那边地方的女子们混在一起的时候呢，说你说这个迪娜，她第一点没有人照顾，第二点她的态度已经是我好像是迦南地人一样了，我跟他们混在一起玩在一起，对不对？然后呢，第三呢，他呢，忘记了迦南地的危险。对不对？我们一开始学的是说，的确是创世第十九章，迦南地是一个道德堕落的地方。可是迪娜好像没有这个知识，没有了解。比如说，那你们说只是迪娜错，也不见得。我们看到雅各好像对他的孩子们没有这个教导，是我们是与跟神有约的人，我们是要跟迦南地分开的人。以后这些人全要赶走，都是我们的国，这地是我们的。这个态度没有，好像他好像没有把这个约的这个教导传下去，至少迪娜没有学到，对不对？也就是说，我们看到雅各开始出了问题，迪娜也出了问题，他们好像跟这些人好像混得很亲密了，知道没有？一说我们是应该分开的。那记住，我们一会看到哈摩，他那是那个世界，他爸爸哈摩，他们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些人吸收进来，他们很强，他们就是要把他们完全的文化吸收。你们那个约就没有，就不见了。你们变成我们人一样，一模一样，最好的情况，对不对？那其实我们可以说，这个是对这个约，是从开始到现在，这是最大的挑战，对不对？完全约会不见，完全。如果其实第一个挑战是把这个约的这个国家的那个领袖交给那个以扫，那是不行，以扫对约没兴趣的，交给他。可这地方呢，会传给另下一代，对约没有，也是对约没有兴趣了，他们要跟迦南的混在一起。OK， 其实这个故事最后造成一个情况，说跟不能跟迦南的混在一起了。OK， 很好玩，这个故事，这个故事有一个 positive outcome， 就是一个好的结果。其实很多的坏种结果，一个好结果就是说，他这些人绝对不会跟迦南的混在一起。混不了，混不了。他们做以后做的事情，让他们不能混在一起。OK， 那我们看到迪娜这个已经出了问题，也可能是雅各有的问题。尤其你看到那再加一句话，那地的女子，那也加了地的女子们，我们对他们看法怎么样？亚伯翰说：“伊莎，你绝对不能在一定要加拿地娶个太太，一定要回抢老家去娶太太，对不对？”然后就伊嫂娶了两个，然后伊撒和他的太太利百加气头昏眼花，说那不行啊，那是不行。雅各如果也娶的话，我就不要活了，然后又把他送去，对不对？而且他们的这三个主要人物对加拿地的那些女子们看法很低，他们的生活方法低，都不接受。也是现在看到又看到迪娜做这种事情出来 ，OK， 那讲一句话，那地主是西魏人哈摩的，他是我这个我们不谈，对，我们不谈一下，这是我们又谈一下那个墙，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大小，我们看到这个事件，他的城市的名字就是他的名字 ，OK， 同一名字，他看见迪娜就拉住他，这句话两个动词是跟创世纪六章第二节一样，那时候呢是那些就是 seven god， 就是那神子。好像是那些大强壮的一些国王，他们就看见哪个女孩子漂亮就抢她。你说这种是一种非常暴力性的态度，我看到我就要抢，就他是这是其实我们说迦南地的人就是这样子，对不对？那时候在看到罗德住在索多玛，他们两个那个天使进来啊，看到好，我不就要来强暴。你说这个是一个非常，他们的生活不在这里，他们的生活是非常低的 base， 要就要，要吃就要吃，要性交就性交，没有任何的道德观那水准的，就这样子，他看到就抓住他了。
对，拉住以后呢，这两个动词，我说这个我不知道这个中文这个粘乳和行淫的这个词的意思，可是希伯来文是暴，完全是暴力的，不是说服的。OK， 所以他另外的叫 anas humiliate， 是压迫性的，是他把那个Dina 等于说是打了揍了，等于说是真的是用暴力的把他攻击了。可是马上反过来，他攻击以后呢，他就你说喜爱，这个爱不是爱，对不对？这是一个啊，你、哦、说这个人他的行动是非常，我们说 impulsive 怎么反的，就是冲动性的，对不对？我要就闹，就说啊，我就要这个女人，不只是现在要，我以后还要要，因此要留下来当我太太好。你说这个女孩子被人强暴以后，她就当她的丈夫。OK， 哈，被他打了，被他攻击了，说你要留在我家里头，我当我太太 ，OK， 是这种情况。然后他跟爸爸说，给我的太儿子，不要把这个女人当给我当太太，这需要爸爸，因为爸爸出面跟他们的爸爸商谈，对不对？你要拿过来。那问题在这里哈，这中文翻译的问题，这翻译是求你为我聘这女子为妻，这个字不是，这个没有求。在里头，是 cock， 是 get， 爸爸，把那个女子拿过来给我当太太，这个女子给我太太，是个命令，是 command， imperative。这句话是 Samson 也是跟他爸爸要讲，也是这样讲的。Samson 要太太的时候，跟着非利士人太太，他女孩说，哎， get， you know， 给我这个太太， get me 的太太， you she looks good to me， 她看起来漂亮。那这事件跟 Samson 是一样的那种心态，就是看到漂亮就要抓。就这么简单，他就喜欢说要，就这个这地方我觉得很有趣。他如果说会攻击了，这个不管了，就把他送回家了，这故事好像就是比较慢下来，就是无了了之。你说雅各怎么办嘛？能怎么报复嘛？怎么能解决这个问题？他没有什么权利，他们是外面人，对不对？可是如果这个儿子一定要把这个女孩拿过来当太太的话，那需要那边家人的接受，那就要需要谈判。这个谈判的故事里头中间呢，就造成了一个有机会能够让他的那个兄弟，他的哥哥的报仇的机会出现了。这报仇也不见得是好事 ，OK， 不是好事。可是这个故事变成，等于说这个 development 就 complicated story， 就是说这个他强暴以后，最后要娶她的时候，这个改变造成下面的故事的改变。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好，也再注重一点。他要把这个女孩子当太太的时候，没有把她还回去，直接就留下来了。留下来，你说留下来当人质，然后说你爸爸，你跟他去谈判一下，把他留下来，把他当我太太，没有把他还回去，也没有说你又问他的看法怎么样，对不对？一句话都没有。像现在利百加的时候，你愿不愿意跟亚伯罕的仆人走？他们会问的。这边连问都不问，你已经攻击了，已经在我家住在那边。好，我要留你下来，那你就爸爸去跟他谈一下，给他点钱，是你好，我就拿到了，这种态度。好，我们在这边停下，已经是过10:30，我们这故事的结束是蛮那个蛮残忍的结束。你们读过的话，你们知道这个故事怎么结束。我们下星期我们继续谈这个他们丁亚出的问题，哈莫之间迦南地的人的道德问题，最后雅各的反应，和丁亚的兄弟的反应，我们会看出来他的什么样的结果。所以有些地方是好结果，可是他们大致都出错，可是的结果呢是对约的国的约反而找保障，这时候需要了解，以后不会被人牺牲。OK， 没有人会让牺牲他们。OK， 那我们这个我们下星期再谈。好，谢谢。